我今天要去这里去找我一个学生弄头发。这家店是在师大路92巷。小老鼠，它整个玩起来了。来，好激动哦！对啊，好可爱哟、哦！新的睡在这里耶，起床啦，要回家咯。可是你就要住在这边，送给别人了。有，他耳朵有洞。起床咯，送给别人咯。我要走咯，早安，安。怎么办？他睡死了。小老鼠，真的耶，他被你们玩到累死。近哦，我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住的地方。它是在一个旧公寓的5楼。我刚沿着楼梯这样子搬着猫砂爬上来，然后看到这扇门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当我打开这个门，发现里面是一个超美的天台。看这个天台。小老鼠，超美的！我刚把那插头插上去之后一看，哇，天哪，这里也太棒了吧！对，这个就是我们房间外面的样子。然后我就把小老鼠放出来这边，它已经在逛大街了。它不管被我放到哪一个新环境，它都会立刻开始逛街。好，然后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房间里面长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房间。
他这里呢好像原本是一个画家的工作室，然后就被改造成这样，真的超美。这旁边有两个复古的沙发，这也被我拿来放行李，然后这个是我帮早安带的那个毛毯，还有他的玩具。这边有电视，这电视可以看 YouTube， 我最近很喜欢用 YouTube 来看我的影片。然后这边有一个镜子，家具都超级复古的，这有个小冰箱，然后我把他的猫砂盆放在这里，然后桌子，我把电脑也带来了。然后这张床呢超大，它是一个 king size 的床，旁边的灯我也超喜欢的。然后我觉得它的插座还算蛮多个的，一二，这里有两个插座，这里有四个，然后那桌子下面还有两个，然后它的洗手台在外面，冷气很凉，浴室非常的干净，而且很可爱。它上面有摆一些卷筒卫生纸，下面吊卷筒卫生纸，这个我也觉得超可爱的。出去啊！要出去啊！你去啊！还是你肚子饿？这里种了一些多肉植物，最喜欢它上面吊着的这个空气风铃。我早上还发现呢，在它这个门旁边还有一个吸尘器可以用，所以我就拿吸尘器把这个猫砂盆附近的沙子吸了一下。
好困呢、哦。早安，早安。早安，这个房间的采光超好的，就是我的新发型，这次把它剪得蛮短的，然后把它染黑了，真的很喜欢我订到这个 Airbnb 的房间。我昨天就有传讯息问他们说这个房间可不可以让我拍影片分享，他们就说可以，但是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他们跟我说他们到十月份就会停租了，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要做 Airbnb 了，所以虽然有点可惜，不过大家可以去追踪他们的 Instagram。 我在这里看到了他们这个放了这个 Instagram 的账号在这边。这房间的名字叫做画室，我在他们 Airbnb 的介绍上面看到，就是这个原本的屋主他是一个艺术家，这里原本应该是他用来作为工作室的地方，就是会在这边作画，所以就叫做画室。安，老板，53可以吗？可以，起床喽，起床喽。嗯，谢谢。猫咪也很可爱，谢谢。我们现在在此时期的保养厂，因为我的车子从昨天就一直闪一个胎压不足的警示灯，所以我就过来检查一下，我就把这家伙带来了。看来这里又开始在给我逛大街，然后他们这里的服务人员看到他好开心，他刚刚还逛街给我逛到人家的办公室里面去了。胆子超大的你完全不怕人，他昨天陪我去剪头发的时候也是完全不怕人，就在那里面逛街跟人家玩，给人家抱，照吃照喝照睡照上厕所。我昨天有把他的猫砂搬去那个剪头发的地方，因为我怕他在那里等太久了，他一定会想尿尿。Second hand, I felt a bit forgotten. Not your plan, but now the days of silence.它是什么问题吗？它近视眼它一直重复帮你测漏，没有漏。嗯嗯。真的哦？对，因为只有其中一个是特别低，对不对？对，没错。好奇怪。那近视帮你把那个胎压都补好了。哦哦，好好好。We could go till we're older,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Enjoy the ride. Uh-huh. When we started our wishes aligned, we were like yin and yang combined. Now the tables have turned. Can we live in our love? 今天下午要去上课，所以先把小老鼠带到回家。请小乖帮忙照顾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在门口等他来。外面这个纸箱是小乖准备给这里附近的街猫的。
面、米粉、冬粉、饭。老鼠，但全世界都叫你小老鼠了。我觉得大家都太容易被我影响了。我叫母明，然后大家都会母明母明，然后是小老鼠，然后现在每个人看到小老鼠。好，我已经弄好了。很厉害。我是他只是像他的房间在我女儿房间在里面，她会进去玩，然后她只要她看她进去，她就会躲在那个椅子下面，然后就是等她要出来要扑她这样。是想要这边是钓鱼线吗？对。前面钓鱼圈其实就是这个逗猫棒它本来的材质啊，它只是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可以一直换。可是我买到的都是这种软软的线，所以我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弹性的感觉。你买的这个是 Jackson Galaxy 那个对不对？它有另外一款啊，我记得它有另外一款，然后是这种塑胶绳的。它曾经我买过，你之前是凯西盖瑞那个工厂那个，我买过。你有买过？我很喜欢，我就放在这边哦，然后它那边一直玩玩玩。次数多一点的像这样子游戏，但是次数多时间不用长，他们比较重视的是次数，所以一天我可能会跟他玩10次这样子的游戏，第一次可能就玩个3分钟然后结束，等一下休息一下他又会再去巡逻，因为我说过他那个是一个循环嘛，所以狩猎游戏结束了他可能等一下找个地方理个毛然后就去休息，休息起来他又睡饱了他又开始巡逻，巡逻到某一个地方我可能又开始跟他玩一下。这种他也很喜欢有声音的，对，但他很喜欢呢。他喜欢羽毛，他都喜欢羽毛。那他很好搞定啊，多买一些羽毛，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就是非常正常。你就去想一下，猫挫折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它在外面也不可能一直都狩猎到小鸟啊。就是猫抓不到小鸟，它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活不下去了，就是小鸟飞走了，那等下还会再有一只出现。对，所以只要丰富化这整个环境就好了，很随机的东西。今天小鸟飞出来了，然后等一下小鸟飞走了，就这样而已。所以我要收我就会收，我要玩就会玩。但是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你可以让它抓到几次，对，这的确会，就是猫咪有成功捕抓到的话，会很开心，它会咬着。对啊，它会叼走，对不对？你帮我把那个纸箱跟猫抓板都拿过来，那个隧道也可以打开，就是有点像布置一个游戏场在这里。那这个猎物它的移动方式绝对不是只是在跑来跑去而已，它是会一直躲起来，所以我们就躲，躲，换下一个地方躲，躲起来，躲在这种缝隙里面。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游戏其实它不用一直跑。可是他需要很专心，他要找目标追踪。猫的狩猎行为里面有一个追踪这件事，是可以大量的消耗他的精神。他如果真的有被满足到的话，他那个行为会减少。
边的这个地形是猫的确有可能这样子下去，它可以着陆到那边。我有在想。对，所以这个我就很难确定说猫会不会跳出去，有可能会跳出去。有一些像住在那种高楼的那种，我可能就不太担心，因为猫根本没有着陆点。对，我有时候会看，有时候我会跟大家说根本就不需要装饰，因为这样一看猫就知道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下去。然后有些人就是一直在强调说什么要做什么防护啊，可是他住大楼然后下去根本没有东西，他不可能，对，他不可能自己去自杀，或者是猫受到什么惊吓然后他才需要，对，他才被吓到，比如说到了冷气窗上然后他才坠落。对，我觉得那会是比较极端的案例，否则的话猫是很小心翼翼的动物，他每一步都会观察好他这个地方这样下去这个距离算得准不准，他可不可以着陆，这边动作就会放得超慢。对啊对啊，他会很仔细的去观察。但因为这个点我觉得他如果再长大的话，他这个地方他下去是可以跳得到的。对，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这样子，对，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放心把这边开放给他，这就变成是他巡逻的一部分了。哦，喜欢这个耶，对，其实并不是猫咪本身问题，猫咪只是在做它正常的行为而已。对，所以我们其实到家里来往往都是在解决主人要去理解它这样子的动物，它可能需要怎么样子的环境。好喜欢这个，哎，这个很多人跟我推耶。对，他好喜欢，这是汪喵的，对不对？很臭，越臭的他觉得越好吃。对对对，他超爱的。我闻闻看，很臭，就很鲜呐、啊，就是海鲜呐、啊，对，海鲜。这你喜欢啊？我很喜欢。我有发现，我们这边开放之后，它就比较少上桌子，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桌子是我们工作的桌子，嗯，所以它可能就会在上面观察我们。对啊，对啊，所以你会发现，你开放其他路线给它的时候，它不会只要那一条路。猫的认知里面没有什么叫做不该去的地方，那是哪？阻止他，因为你阻止他，你也觉得很痛苦，然后他也可能也觉得痛苦。对，就是开放吧。不但痛苦，而且没效。有些人可能会很担心猫咪跳到厨房那个琉璃台上面，那我就会请主人搬另外一张高脚椅，就放在旁边。因为很多时候猫跳上来，它就只是想要看那上面你在干嘛。对，所以我们就会把另外一个东西放在旁边，它其实从那个地方它可以更好观察。因为像我有时候我在厨房工作，然后它也会想看，但是我后面有一个柜子，我就把它抱到后面的柜子，嗯，它就看得到平行的地方，嗯，就没事。对啊对啊，很多猫会尿在床上，因为床就是一个最符合我们的比例的那个猫砂盆，你看够宽够长，然后又方便使用，又是开放式的。有一些人会告诉你说猫喜欢在隐秘的地方上厕所，根本鬼扯，因为猫都最会尿在床上了，你的床跟你的沙发都不是隐秘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还有你的洗手台都不是隐秘的地方，猫不需要隐秘的地方上厕所，它也其实根本不介意你在这里看它上厕所啊，它只在意它干不干净、好不好用、我走进去方不方便。有些猫可能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叫主人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猫砂盆会不会太高了，因为有一些猫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它可能行动比较不方便了，那它跨进去，如果有一天它使用发现这个猫砂盆进去，然后拉到我的脚很痛，他之后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害我疼痛，他就会开始回避上这个厕所。一天要清几次猫砂盆，就是你一天上厕所几次，你就会冲几次水，是一样的道理。对，爱干净。